在在做样子，在那里，你快。姐姐，你在系统会。啊，我就在哪里？那你就吸拿下来呀。没有，就拿下来，我就知道了，因为我都要点一下。我有多拿的，因为我拿700瓶来的。 他说中国艺术的刚柜，大会。哦，到我们要欢迎。他见不了。你会来主持吗？你算我们应该要几本吧？我们大概是500多本吧。人家有的人还没有。对呀，所以。嗯，就拿3捆去啊。我阿弟老师的板凳上面。我阿弟呢？我们这边本来就是要给人的呀。哎，嘛是有广告的效果啊，伊就三起啦。 他一直想谁要当中国医生，你当护理士长，不是那些人也要来，来了才会上学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家都去参加嘛。对，阿来会通通上学。啊，中午他还要请客啊。那你早上是2点开会啊？2点了啊？2点。 2点开会啊！反正已经有个请，还给你检查，就视频是怎样？我不会倒去啦，我来这边写啦。啊，你去，你来去，你得动算。啊，我你可以啊，我再去就好啊。你不是我最近太忙，不能叫我那个。啊。 啊，安尼你想啊，柯佩蓉你爱去。我没入籍啊。我随即随入籍啊，随做常务理事后，做定的啊。你去那个会上选的。常务理事哦哈。没关系，你就带我去就好。常务理事。对，比较没把握。你带我去，因为有啦有啦，大家都跟我讲，对呀。对呀。 应叫要应请票，不用用那个拍手就可以解决的。现在的会哈都很简单的，现在的会连那个什么，连个合适都用讲讲就好了。现在用讲的举手赞成就好了。所以爱去啊，去到这水下去哦，常务理事哦，可求不可以耶，我呢。 可以不可求啦？可求啦，可求可遇。可以求，但是你不会。对呀，不会遇到啊，会遇到。你现在知道吗？跟那个可遇不可求不一样啊。可遇不可求是没办法求，现在我们是可以求，但是不一定。老师比我们还清楚。可遇不可求，就是说你求也没办法的。 他求也不给你啊，他这个是可求，因为不可意就是没办法意到嘛。其实意思一样。了解了解，这种意思。
修饰瓷。现在都是。他是牡蛎干裂的，对不对？黄老师，一是离世呢。有王，一还做饭，他好像也把我的弄掉了。一还做饭哦。一离世，全部弄落。一离世，啊，老师是名誉理事长。我知了，你母，但是都没有在写的，只有那个正师。你的个性就是这样。回来也很随，艺术家很随意的。王老师，啊，这个板条磨动算不算？那个算人伊都无用，你都个，人无用，你这样。我先爬树了。我那天在这边一整天呐。但是你有希望担任那个理事。伊本来就是迄个个呀。我本来就在那边的理事。因为过去我，迄个赖先生是常务理事，他是常务理事，也是副理事长啊，但是都是没有，因为。都没有气就没有了。你用赖在生哦，你不知道哦，哎，拢酸酸的尔，啊都无去啊。所以哪一？